欢迎收看《型男大主厨蒸包子 PK 好下饭料理大赛》。喂，欢迎观众朋友在明天晚上七点钟准时的锁定《型男大主厨》。你开始卖包子啊？听说面都出不了货了，还敢卖包子啊？我希望能够分散一下观众的注意力。没有买到面的可以跟他订包子，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不一样的需求啊，是包子很好吃啊，而且包子有四种口味，所以我叫四大金钗啊。是，我也有啊。哦，我这边不止卖饭啊，我卖饺子。你还卖饺子？对，今天就要送大家。为什么下面写的是咖啡早午餐顿饭的？也都可以卖啊。你那上面写什么？赞美老板娘换私房菜一份。你这个好高骛远的东西。哎，你们这样感觉我很肤浅哎。但如果可以赞美的话，电话预约就打九折哦。那你们呢？我这边是只要你连续吃下十五颗包子没有吐的，你就可以免费。就免费。现在呢，有些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待会竞赛的气氛。好的，欢迎张爱雅、英英、高山峰、伟宇，欢迎四位。四位。哎呦，英英的儿子腰，扭扭操。哎呦，你看看你多么健康的样子！对啊，哇，这是我第一个来宣传的节目哎，真的，对啊，都献给你们了，要把书送给你们。英是你的本名啊？对，是我的本名。你就叫康英英哦。对，因为我们有分早、中、晚跟睡前，所有的收操、暖身跟舞蹈全部都融在里面，主要是扭扭操。什么是扭扭操？扭扭操它就是有一点融合拉丁跟国标的一个有氧舞蹈。示范，来跳起来看，往前再两步，预备。最简单的，你要什么样的音乐？要什么样的音乐？阿杰老师，随便，只要就是有节奏就可以。跟着老师动，噔噔噔噔，哎呦，噔噔，来来。想把最简单舞蹈交给大家来，一起来，右边 and 左边，右边 and 左边，来踏步，一二三。来右边 and 左边，一二三次来一下，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左边，就大家左边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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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大家有没有学起来？真会累哎！对，这是一个初级的，最初级的。你的扭扭操还有家属来宝哎！好了，这本书需要大家期待啊！恭喜恭喜！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蒸包子呢对上了这个好下饭的这个老板娘啊，大家把自己拿手菜说一下好不好？张爱雅拿手菜是最近是蚂蚁上树。哎呦哎呦，我最近在练是那个吗？扯铃的不是那种。那你呢？我是做面疙瘩。面疙瘩，你猫耳朵、丝瓜、蛤蜊、三杯鸡都会。真的假的？真的。他可是出过婴儿 baby food 的书哦。对对对对对，我做一些果泥还蛮在行。果泥我也会，我可以打一打。做这个，那个要融入爱心啊！你去铺水泥啊，做果泥嘞！不要这样，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可以啊，今天我试试看选那边的好了，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试试看选那边的？我也觉得，我也很厉害。这边的话就太试试看，试一下吧。先这样试试看啦，反正这也是命嘛。OK， 我们要怎么样各自揭晓老板的招牌菜？来，我的好下饭的招牌菜是跟饭有关。牛小排起司炖饭，西式的。各位，雷厉声卷的们，这种定音鼓正在敲，在敲，敲啊！继续的，大声一点。这个时候是啥？蒸包子，啊，麻婆豆腐。哎呦，中式的，一中一西。你就是麻婆豆腐，然后放在饭上面吗？哎，不是哦，这有创意的哦。有创意吗？哎，不是盖在麻婆上面，是盖在豆腐上面，好不好？这就是创意。好，麻婆豆腐盖饭，老板招牌菜，各就各位。一开始我们练花椒油，花椒面呢是中间撒的，中间起来。另外一个人去做豆腐，你去弄豆腐。豆腐怎么切呢？这样，这样。粉的有需要吗？嗯，粉的有，粉的有。你可以把这三个炒完之后放这个，你先不要停动，压力很大。螺旋蛋是两千 CC 的滚水，一千 CC 的滚水，放300 CC 的冷水，300 CC 才会调好给它。然后你就把这两颗蛋丢下去之后，你一起听，你不要感觉这么厉害，先关火再加水。这个练完的花椒油的这个剩下的这个籽籽放在一边，放在水面上，放在架子上面，有没有架子？有没有？
怎么可能？其实大厨讲话我有认同在听。你肯定真的没有？我有，我有，我有。在旁边就是一副觉得等一下就是要丢给我，压力好大，老板。尾鱼，你说的没错，咱们家 Mountain 哥的确是没有认真在听的样子哦。不过眼看蒸包子这边的队员们也是个个面有难色，看来今天这场对决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目前光是看做菜的方法，这边可能难一点，比较复杂，会吗？复杂是不会，但是那边比较熟悉，因为麻婆豆腐怎么样做大家很清楚，对，好不好？一样，十分钟，中间可以求救老板哦，一分钟，只教不能做，计时开始，开始啦！而且你知道我刚刚在怎么压下去？压下去？开始的。OK， 好的。你要等一下会有求救，我在感受温度，你可以帮忙切，因为它要够热。没事的话，不是，基本上不是先备料备好再来开，备料很好哎。所以尾鱼现在只要呢负责把这个牛肉先煎了，然后你确定吗？我把料备齐了，所以你刚刚刀工不错哎，谢谢陈哥。对，你要煎牛肉啊？我不能煎牛肉吗？你被煎好之后，你饭都还没弄，它已经硬掉了。为什么你要煎牛肉？因为我只要煎一面熟而已，另外一面是生的。是谁教你这么坚持？这里啊，我的师傅教我们。这个老板怪怪的哦。你们不要怀疑我们的老板。我没有怀疑，我们老板刚是这样教的。对，真的哦，要煎。你说你老板倒过几家店吗？哎呀，说到倒店，你确定要我说出来？你倒过几家？我在这里倒，你在外面倒的可比我多。不要吵架，好不好？冒烟呢，怎么一定要这样子吗？不要吵架，就陈哥倒五间，你倒一间嘛，就这样子嘛，是不是？你的是意大利面嘛，是不是？对，可以，有了。锅子热啦，热了。太熟了，我们到这边去啊。需要到这边去啊。这边真的是工序上比较清楚，而且这边切葱是一根慢慢一条一条切哈。有的是时间，那一把给他切的话，可能切到明天哦。赶紧切，不要犹豫。你有可能说一次可以切很，就把它对切，然后一次切两三根吗？你要快点。所以他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其实这样 OK 了。对。哦。哎，你们两个认识好一阵子了。我们认识快十年了吧？你们算同梯的嘛？对。对啊。快点，冒烟喽！冒烟喽！好紧张哦！哎呀，你会做菜吗？你紧张什么？你不是会做菜吗？你紧张什么？不懂。他最近有在学的跳舞比较厉害。哎呀，最近有在学的。对，真的哦。因为我跟你讲，我以为我已经蛮烂的，但音比我还烂。对，我比较烂一点，我都吃水煮的，没办法。可是因为这个跟我的拿手菜叫蚂蚁上树有一点点类似，因为一开始也要煸肉，也要那个。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对我来说好像好一点点，然后因为。我又蛮爱卤东西，因为我妈很会卤菜嘛。把蚂蚁上树的底垫灌进去就好了。其实有一点像吧。对，没有错。豆瓣要什么时候下？时间还有七分钟，尽可能不要去问师傅，好不好？好。因为我觉得油好像有点不够哎，可是油不够的话，看你的老板怎么跟你说。老板没有跟我说油不够，这怎么办啊？那你赶快想啊，你蚂蚁上树怎么做？就这样，好不好？好了，我切好了。我的加一下酱油水，加什么？对啊，都冒成酱油了。陈先，郑老板，你教太多了。加，我刚刚不是只叫你记你做豆腐的部分吗？你为什么不记得？还有啊，还有加什么？加什么？老板生气，老板生气了。我不记得要加。你那个要两圈酱油，然后花椒粒泡着，然后卤豆腐。哎呦哇！那我们要丢进去吗？你豆腐进去，对，豆腐进去，丁呀。然后花椒，我们所谓的卤豆腐是要把它放进去。对，那个隔着那个花椒粒灌网子。我跟你说，你不要这样，你就把它这样，有没有？然后这样就滑进去。哦，你好棒哦！再放，快！别怕，太热了。所以现在是要干嘛？现在干嘛？酱油。两圈酱油，开大，我先开大，我们。对，我这边。三圈的。那不然这样会黑掉的哦。然后呢？那个花椒粒，花椒粒换网，花椒粒已经弄好了，换网。好，来看对面来。我们现在已经在煮那个红酱。酱的那个料了，酱汁的料呢？对，酱的料。现在发现哦，做菜边做菜边讲话很难，对不对？好难哦！而且你们慢慢炒，有一种世界在毁灭的感觉。哎，所以你们水锅不用了？没有，没有，我们水锅呢，本来是打算要做什么？温泉蛋不错。但怕会失败。对，那他做现在呢，水可以直接做高汤来那个代替。温泉蛋不弄了，只还有五分钟。剩下五分钟而已，要求救吗？求救！给你，老板教教我哦。好的，求救，一分钟计时开始，倒一半下来，倒一半，现在倒，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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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水，还有
水，旁边。现在就要水了吗？等等，先炒，炒香。继续炒。这个火一定要开大。有，等一下炒香之后，水放进来。炒香之后水放进来，然后要它要熬煮，所以水要水放。好，放喽。几勺几勺？你先放，我看。再来，快，动作快，足球队的。再来一个。哎呦，好香哦！可以了，停。好，好，现在就让它不用动它，现在让它熬煮。OK。然后等下汁收到稍微有剩一半之后，饭丢进来，然后奶油一小块丢进来拌一拌，然后就是我刚刚最后说的整个摆盘的样子。OK。摆盘是不是啊？所以奶油为什么不是现在放？如果想说让饭有那个，现在放，现在放一小块，然后等一下水锅一小块就好，对。然后水锅撤掉。水锅撤掉热铁锅。OK。水锅撤掉热铁锅。好，好，来呀，到。自己尝味道，咸不咸自己吃哦。老板，所以你们家的番茄只放半颗哦？对啊。为什么？因为我刚怕有点量太多啦。哦。所以刚刚说只是加半颗。番茄。番茄不只半颗，怎么会？因为饭不多啦。哦。我觉得奶油可以再加一点，比较香。奶油吗？你们。咸蛋自己调，因为还有饭要下去。对，你也可以饭之后再调。OK。你们餐厅没有 SOP 哦？什么 SOP？ 也没有，就照着那个模式这样几瓢几瓢。你们餐厅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我自己想的菜，所以我不知道要放多少。还在实验阶段，还没开始正式卖。还在实验。哦，还没有正式卖就对了。创意菜。现在正在教的时候。对。你们餐厅没有 SOP 哦？什么 SOP？ 也没有，就照着那个模式这样几瓢几瓢。你们餐厅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我自己想的菜，所以我不知道要放多少。还在实验阶段，还没开始正式卖。还在实验。哦，还没有正式卖就对了。创意菜，现在正在教的时候。对，这是我自己在试啦。我自己在试菜。对啊，对。不好意思，大家今天当白老鼠。现在我们是来到你的研发中心，好不好吃啊？对。好，来看一下对面的对方求救了啊。加奶油比较香，不够咸。对，那比较香有点吗？好，等一下饭放下去。老板教教我。老板教教我，现在可以教。好的，一分钟计时开始。这边现在加我哈，手不要碰哈，你不能碰，加里面，手不要碰，手不要碰哈，加里面，加点水，然后呢，先讲，不要弄匀哈，待会的这个。豆腐已经胖起来了，待会可以往里面放。对，要注意这个水，现在放，小心烫哦。你也来，拿抹布。煮东西，小心。然后用这个，不要乱跑。你在干嘛？我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嘛。我直接下去了嘛。你跟我讲，起锅要什么？待会的绿的葱花在洗哈，要准备蒸饭哈，对，把那个的拿走。好。然后呢？那些东西什么时候下？然后下多少？生鲜，你可以试一下味道啊，你可以试麻婆豆腐味道，会不会不够？加一半，好，一半，哇，对，够，是咸味哈，好，现在要起锅再下，起锅加这两个，对，边哦，半匀了，所以你还是没有试味道啊，曾老板，我刚试了一下，是咸蛋够吗？缺糖缺盐，缺糖缺盐，你讲得很仔细耶，他讲得很仔细啊。哎呀，你自己要试的味道。我刚试了，我也觉得。哇，那么多！你要把它做成甜汤吗？没有，因为它够辣。然后我等下最后还要下浪香辣酱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手不用啊，自己这个最后起锅的时候再下。花椒粉的。杨浩宇，你到底是不是我队员啊？没有，你刚没放啊。有放啊！我放了。你们要试味道哦。是不是加了贡米啊？你？我有点苦，怎么办？花椒我放太多了啦，完了，再加水进来了，不着急，水要不要？水再加进来了。如果苦的话，加糖会中和吗？我加了，有那么苦吗？还好吧，你先冷静一点，我觉得你先冷静一点。还是你不太能吃苦？不知道，我也苦太多啊，真的。对啊，而且花椒味啊，你们对花椒不理解。时间还有一分钟 ，OK， 一分钟，那不要去翻它，让它自己滚，你不要。但是我必须讲，你的是盖饭哦，不要忘记哦，你是盖饭的。那我欠多少？盖饭缺什么要注意哦？加一点。盖饭哦。勾。抱歉。你想盖饭哦，盖饭哦。好。看对面来，走。注意到汤汁的比例而已啊。好。不要慌乱。哎，你来拿，好好重哦。那边充满了笑声，我觉得呢。哎呦，这个炖饭跟他被唱飞搭了。我们要试味道。
不要闻了，加味道。但会有点锅巴了，鸡要铺好哦。会会。这现在大块了。是老板，时间还有30秒。什么？太干了，怎么炒那么干啊？我跟你讲，炖饭人家弄那么干。我觉得干一点好，因为我们刚刚试的时候蛮湿的。铺好啊！我已经那个了，我要铺了。牛肉，等等。有。啊！这切太大块了啦！放到火的中间，锅子。所以这个肉有没有腌呢？不用腌。不用腌呐，那怎么会有咸蛋的味道？我们吃牛肉的原味，谁跟你讲？那就是没有味道。谁跟你讲？有牛肉原本的肉味。只是不满 cheese。对，好，时间这样到。谢谢各位，让我把它铺完。第一阶段呢，两边的老板招牌菜都是饭，炖饭配盖饭，来就位。我的味道比较重，先吃你的吧。好啊。而且其实我觉得料很丰富。我觉得我们做这道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小朋友也会很爱，因为有 cheese。你可以吃这么多吗？可以，谢谢，没事啦。蘸了，味道太蘸了。来，试试看的这个盖饭盖麻婆。可是这一道真的就只是麻婆豆腐盖在白饭上面吗？对，就这一道。麻火麻辣哎，很麻辣。哦，好好吃哦。可是我觉得我们还 OK， 还不错，蛮好吃的。好辣，两边都很用心，都蛮好吃的，但是紧张。两种不同的饭，炖饭配盖饭。获胜的是一、二、三举牌。耶！哇！我丢不掉了，真的。我不觉得。味道被盖。哇，这个不觉得我们会输哎。对啊。Oh my god！ 我平常讲，我觉得平手我就很高兴。来，詹姆斯，为什么会选这边？因为这边的调味是足够，是饱和的。那我们要选这边的原因，可惜刚刚大家就说它太淡。其实它不会淡，对，味道调也刚刚好。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炒这个所谓的肉、跟洋葱、跟番茄这个，你要花很长时间去炒，它香气没有出来。所以一个炖饭其实它需要煮熟，所谓的煮熟是比如说它番茄会煮熟，蒜味要出来，你整个吃起来就会很香。可一旦没有煮熟，就好像是有点像韩式的拌饭，哦，拌饭这个就可惜。啊，其实为什么投给我？那你这个麻婆，你们讲盖饭，我讲烩饭。那其实味道是有到位的，好，那一个东西有到位，放在口腔里头就是一个中肯两个字而已。那我今天分数没往这边跑，说实在各跑各的，啊，而且米饭当中又稍嫌硬了一点，这边稍嫌可惜了。如果你后续不是这两个蛋的话，润滑度没有，可能落差还更大。哎呦，但是牛肉呢，味道是有出来，但是跟饭结不上。是，哦，这边可惜了，2-0，再次领先。恭喜！妈妈今天不在。第二阶段，8分钟的接力赛，这边我们可能就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现在要认真听。好。是做什么菜？因为要接力。好。接力哪一线？请看。木须炒肉丝啊？怎么接力啊？我们现在的方式，第一棒是4分钟。第一棒4分钟。就是这道菜，你们有三个人。分1、2、3棒，4分钟、1分钟、3分钟，4分钟、1分钟、3分钟，8分钟到，没有什么好含扣的，直接火关掉，上菜，我们马上进行比赛，来进行我们的新单元，8分钟搞砸一道菜。来，小乔，我们现在是4分钟、1分钟、3分钟怎么分配？1分钟、1分钟、3分钟。好，然后呢？好，等一下你1分钟就炒蛋，专心炒蛋就好，你就是负责把所有东西都切完。我木须要蛋别吗？有啊，还有蛋皮哦，蛋皮我好像再跟我讲一遍，我应该可以。如果我们这些步骤都做好做对，但是我们最后还输，怎么办？你不是啦，我们整体还是想一个办法，就是大绝招嘛。比如说做这道菜，我们可以做出80分，有没有另外一个秘招可以让它提升到90分？多加一点什么？30秒。我觉得你问得很好，你问对人了。香菜切末，就这样，我来收尾。为什么蛋皮？你这边有3颗蛋。3颗蛋呢？就怕你蛋太多，你不会做。哇嘞，蒸包子竟然陷入了天人交战，而好下饭特别请了阿基师传授大绝招。如果陈老板没办法化解蛋皮的危机，第二阶段惨败的几率会相当大哟。木须炒肉丝，
好，一样分成三棒进行，四分钟的、一分钟的、三分钟。先听听看这个蒸包子这家店的老板怎么样安排这个棒子。来，蒸包子。哎，是我们蒸包子这边来到的这个位置，右边的四分钟这一棒，就是阿阳。后面的一分钟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我旁边的这一位，你是没有错，我就是所谓的一分钟，接下来三分钟是我旁边的这位。学音干嘛？是，我就是那三分钟压轴压哨做完菜的那一位。没错，好的。对，换句话说，最后一棒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对，对，当然。我的队友是这样，我怎么压力会不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这个好下饭的这边棒是怎么分布。好的，我们的第一棒就是，哎，我是高峰，大家好，请多指教。我们的第二棒就是，嗨，大家好，我是魏瑜，大家好，请多指教。嗨，大家好，我是第三棒。明显的嬉皮笑脸啊，我们很紧张，听清楚喽。有这一次的比赛跟以往不一样。时间只要到，火立刻关掉。对，锅子没收。哦，没有任何说啊，再让我们再做一下的，没有。哦，没有做完，就是输掉了。哦，中间麻烦不要教，而且不能教。蛋要起来吗？你们节目有准备奶嘴吗？不用，我们完全是靠信用，靠信用，靠信用。第一棒四分钟，请就位。好，你可以的。三分钟，我们先从陈哥这边开始，所以麻烦巧巧跟伟瑜跟着我们来这边。来，所以啊，四分钟计时开始。开始吗？好，开始。快！哎，他已经尽力在记了，而且他正在学做菜。不要吵，怎么会锁？啊，完了！没在播，没在播了，在播没事。卖他，卖他。做菜可以带点笑容，对。不是，我很紧张，我妈不在，我怕嘛。你怕什么呢？你打蛋要干什么呢？有一匙要拿来抓烟的，然后有一些要做蛋饼的。这些请那个老板不要骄傲啊，不能骄傲，不能骄傲哈。我没有，这样没有一匙啊。在关心对。哎，那个老板还是要家用到的哦。你说那个包子，你过来，包子过来，这边这样。这样没有意思啊，在关心对方。哎，那个老板还是要家用到的哦。我说那个包子，你过来，包子过来，这边站好，包子站好，不要动哦，手不要比，手不要比，手比没关系，我让你手比，我让你手比，我让你手比没关系，不要讲就好。注意哦，只有翻脖子摇，身体不要摇。完了，想跳扭扭啊！毁了！那我就真的，哎，不要讲了，知道你用手比喽。耶，好重的感觉哦。哇！第一棒剩下三分钟，来看一下对面的。来，两位过来，来，把包出来。这部分交给你哈。我蛋也打了，然后肉也腌了。步骤不一样哎吼，哎，我现在速度要加快，速度要加快，因为你的速度快，后面就好做。还有几分钟？刚刚过来是三分钟，已经过了一分半，一分半，所以还剩多少时间？你莫有切断吗？你只剩下两分半，你有四分钟的时间，你有点太慢了。话说完，少切之后剩下两分钟。好，可是你要不要把它卷起来比较好切？对啊。啊，那么多。方腾哥加油！好，我剩下两，所以如果我把这四分钟，你不要目我切到四分钟啊！其实你还可以再做别的，赶快做别的。所以如果我可以在四分钟之内把它备好料，甚至三分钟的话，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夏雨乔快崩溃，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而且你快点，不是。可是他已经认真到整个脖子都红了。这是韭黄，对不对？对。我先帮你开火，不然怕来不及。我们的队长会疯掉了。剩下韭黄要干嘛？没有，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我眼睛有点迷茫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边还有韭黄啊？是蒙布吧？蒙布。韭黄为什么不全部一起切？对啊，我搞不懂。完了。三峰还有韭黄哎，哪里？我看不见，我真的看不见。真的不切？切好大，我看不是切小，要小一点是不是？没有，就葱会噎到喉咙。可能不要讲哦。哎，你冷静，你刚不是很冷静？对，我很慌的，那你旁边说你很冷静，不是葱绿的部分要不要？你不要切到手。这个绿的部分要不要切？你摘呢？好，没关系，我全部弄好。中间切，尾鱼，你记住，你只是食材，你不能教。
好不好？你是它是食材，它本身是食材，我是食材、啊、尾鱼吗？我现在不想把自己放进油锅里。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哦，尽量不要加哦。哇，剁香菜。时间剩下30秒，来看对面。啊，蛋还没好啊？哎呀，哟，蛋好了没？好了，还没吧？蛋都关火了。好了吧？我很早就关了。我们刚刚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在干什么？烟抓烟啊！哦，你是抓烟的是？抓烟啊！那待会英英要做什么？这一分钟，英就把我没做完的做完就好了。没做完的，有一些东西没做，有一点给我，你有一点切东西给我，你有很多可以做，你有很多可以做。你待会有那个红萝卜可以抓西呀，对不对？要聊一分钟吗？对啊，就是你慢慢混，混一分钟。好，第二棒注意了，时间到，交棒，交棒，快一分钟，快！哎呀，不要碰了啊！这是，这是。太粗了！太粗了！来，阿雅，阿雅，不要动哦！去，去，去，赶快坐！赶快坐！赶快坐！只有一分钟，只有一分钟。阿雅，过来。英英啊！我心里觉得好过点。快完了，完了，完了！英英小心啊，不要切到手。哎，砧板还有很多哈，可以用哈。哎，不要，陈哥，我说砧板可以用。他忍不住了，哎呀，他会忍不住，真的，这就是他，他全好心情。五六片红萝卜，我愉快。我说，哎呀，教的太离谱了，我不在。哎，我说红萝卜，五六片，我想听得清楚。可是你跟我吃五六片，最大的最大孔，最大孔。第二棒剩下30秒，来看对面的。小心手，小心手，小心手。来，小心哦。锅子很热，小心哦。可以可以。要那么多油啊？我有没有看？来来来，那个谁，哎呀，我有开，我有开，哎呀，我叫炒蛋，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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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开哦，聊开了，哎呦，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个锅不要太多嘞，没关系，不会，不会，不会，炒蛋不会，炒蛋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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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酱才嫩，它酱才嫩，尾鱼不错哦，你稍微一分钟快混完喽，哎呦，时间到了，第三棒请就。只做了什么？哎呀，打打火，因为谁打火？哎呀，蛋皮连锅了！好了，来了，快点来来，才哥蛋皮连锅了，夏雨翔快！咦，咦，过来过来，来来你们来这边，哎呀哎呀，差了差了呀，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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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这边，你不要担心了，不要担心，我肉腌的很好，我有自信，惨了哦，来得及吗？这个变黏质，反黏质。现在两边啊是靠老板在，三分钟而已，三分钟而已。长哥还在等，老板来定胜负了啊！小心啊，小心，不要被烫到。不行不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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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下一条有机会，下一条有机会。要用要用这个油哦，这个油比较香哦。快手敲，快手敲。这还在切啊。他们还在备料啊！加油加油，不然我们待会马上哎，肉好了，肉好了，肉肉肉肉，老板，谢谢阿弟师，老板加油，老板加油，超了，对手加油，快好了，快好了，阿弟之手哎，帅惨，帅惨，帅惨的，帅帅帅，要下就要下吗？下下下，开始乱丢，开始乱丢，开始乱丢，快快快，这是一个乱丢的时刻，加油加油，时间剩下2分钟，来看对面。时间到了，包子，来来，速度要快啊，包子，来得及吗？2分钟啊，来不及，来不及哦，哎呦，刚，快快快，刚老板已经吐一个蛋皮，已经吐到2分钟了，吐蛋皮啊，全部粘住，我怎么做了蛋皮？因为蛋皮，老板，我怎么觉得你的员工这样一直冷眼在看你？我们害怕，我们没办法，陈哥说把蛋皮粘在锅子上啊，各位观众，陈哥接下来丢什么都丢，肉肉肉。该丢就丢，豆芽菜要不要丢？这2分钟丢掉，豆芽在豆芽在很远的地方。豆芽在2分钟，有没有油？不会讲，油在油够不够？还剩下1分钟，豆下来不及了，豆下豆下，调味调味调味料调味料，快点！时间快不够了，蒸包子老板有办法力挽狂澜吗？剩下1分钟，豆下来不及了，豆下豆下，调味调味调味料调味料，快点！调味了没？调味了没？调味了没？
五加五快，三十秒了。太惨了！哇，超棒！你等一个人做了这道菜，对不对？前面五分钟像没有做一样。你是不是那两个人很想送进一边还是哪里？我们要不要先出去外面？我觉得切菜切得很好。先缓一缓，包子啊，医师要示范，还没有办法说话啊。徐老师为我们做这道菜的示范。来了，两道菜，有请阿基师为我们做五星级的示范。哎呀，你们刚说过的，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有疑问的都请马上，好不好？好。我答不出来的，阿基师都能答得出来。哦。你刚刚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不是答不出来而已。对。你有时间试味道？你刚刚有试味道吗？有。我刚做完还有一分钟。对。你们刚刚现在在炫耀，对不对？对，炫耀。没有。而且我们分工的很好。哎。为什么蛋液里面加哦要用抓烟哦要抓烟啊有没有？所以我刚刚加酒吧，对，我们抓法的内容是一样的，放的蛋黄数量也不够。其实这个蛋黄超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抓烟，为什么有时候要看到依我们的肉的条件，为什么有时候要打一点水进来？比较干的吗？还有是打水重不重要？重要。我会打水的，就是说待会儿肉丝下锅预热的时候不会扒成一球，很容易就散开。那么因为水当中加了酱油有咸度嘛，你看一下子就吸收了，吃掉会促成它肉丝等一下过油会比较软。哦，要很用力的捏它吗？没有啊，那我的肉它是结球的啊，它把它弄抓散了。哦，所以你没有抓散就会有一坨一坨在那边，那就不对了。加蛋跟加粉同时都要进行吗？还是其实都是一种对，但是一种保护，它同时也是一种可以附着其他香味的原因。有时候呢，那个肉如果太肉丝了哦，或者说那个比如像刚才羊肉片啊什么的，它很容易就扒在一起的。你在这边抓腌完了之后呢，加点油，它进到油锅里面过油的时候，很容易就散开来。这是小弟，为什么叶子跟根要分开放？根可以一起炒，叶子可以后来再上。哦，才不会烂掉。那你放韭黄，一物两用啊。那你放韭黄，我们刚刚蛋里面其实也有放韭黄。哎呀，话可不可以说完整的句子？不是震惊，因为刚才他们也是这样做，你们怎么知道这样做？我们想要呢，在85分的这个成品中，让它多增加个10分，多增加一点蛋的层次。我先不想跟你们聊天哎。但我们两边蛋的处理不一样，我们是做炒蛋，你们做蛋皮。哦，是哦。你们刚刚是掉掉蛋掉很久？没有掉蛋啦，只是就是粘的比较紧。没有用那个。他可能改做可丽饼。好。阿基是你的萝卜丝，不想要串。啊，不用啦。来，刀工好。你用错的，它整个萝卜丝是散的。嗯，你居然看着我可以切丝。啊，我刚刚可以看外太空了，我告诉你要切丝。看透视眼，看好，千里眼，看好啊！阿基怎么做的？接下来的动作。对，我觉得这个要选一下。对，这个好聪明哦。这个也可以看着锅子。油温起来，油温要几度？就可以把它切成。油温要中温就可以了。太惊人了。到，因为我没有切过黑木耳。哎，中间又加了一刀。我把它切断，所以那个刚才你那边切的太狂野了，那个对，你要把它切末了已经。我不知道，我把整片木耳摊平再切，浪费了一点时间。不会，你做的很好，谢谢。油温过高，油温过高就再多加点油，怎么知道？适合一下降温呢？怎么知道？他用筷子哦，是因为筷子上有水吗？不是他问你，跟我用这个来了。阿基师要把蛋做成什么样子呢？炒蛋。哎，炒蛋哎，不是做蛋。炒蛋比较香。而且他做了一个4分熟的蛋。哇啊，这个太快了。我们是不是比较久一阵子？在里头待了一阵子。
超级害怕，超痛。不要怕，不要怕。好了，他的油温只要对了，在里面只有十秒钟不到的时间。全部出乎意料之外。他这要缩短时间，他为了只是为了缩短时间。哦。一般家里面不会这么做，在餐厅馆子会这么做。跟你说，女士们，你们要是怕油的话呢，这个菜就炒。它这个已经这样子，待会会缩短一半以上的时间，因为它都已经加热了。都熟。它的胡萝卜丝跟那个豆芽菜都已经熟化了。不要说八分钟，四分钟就做了。稍微跟那个炒一下有气的就好。现在先炒韭黄段。对。韭黄跟香菜。香菜。香菜根。段。香菜根。香菜根。这个菜。葱段也下了，对不对？下了，葱段下了。葱段下了。蒜头这么晚才放，我都以为要先放。对，放蒜头的时机，我还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对啊，很困惑，对不对？是不是该放，然后让它炒到那个什么香味？对。然后有些时候呢，要晚一点放。好帅哦！我都以为蒜头要先放哎。这种帅跟陈哥刚刚那种帅又不大一样。怎么样不一样？陈哥是慌张的帅。陈哥是铁达尼号要沉没前的那种帅。阿基斯是稳如泰山的帅。没错。很有道理。不用加米酒。好嘞呀，快了吗？需要加米酒吗？就是不用了，没有任何腥味，为什么要加米酒？所以米酒应该是放腌肉的时候，对，已经放到里头去了。哎，那有放乌醋吗？有，有，有。碎了，哦，一个字帅。这么快，感觉好好吃。木须炒肉丝，阿吉斯完成，漂亮了，谢谢。太强 ，amazing。不知道为什么，我常觉得阿基斯做的菜才叫菜，把叶子再上去，他梗是炒叶子是上去。怎么样可以以后不会慌张？熟啊，就是你熟了就让他，你们他练记舞步啊，你们不记不了舞步他就慌啊。对啊，我像我记了舞步就会享受音乐啊，常跳，对不对？对不对？常做。你懂哎，你懂舞蹈哎。请上桌。木须炒肉丝。阿基斯刚才火速的示范，现在请品尝。我要吃很多的香菜。好，我要一筷子把所有的料都加进来，好好吃哦。对啊，那肉很嫩哎，听着好心疼。好 juicy。韭黄要炒。对耶。嗯。哦，香。你放嘴巴里面的韭黄，熟的香气跟不熟是不一样，生的是不一样的。对。生的有个菜味，可是熟的有一个是韭黄香。各位嘉宾，请吃我们的。紧张，紧张了。不同口味。但不辣，没吃味道。OK， 是我们的，不一样。很简单，不一样。哎呦，好不一样哦。嗯，对啊。三道菜三种味道，你们的偏甜，甜的不是好吃，很下饭，但是比较甜。赢的拿蒸包子，还有下饺子。下饺子，好饺子。我的包子是真的，你的饺子值得下。又好棒哦！节目快结束，我们要竞争好。准备，获胜的是一、二、三，举杯。这第二回合，始终慢半拍又状况连连的蒸包子，能否靠住陈老板一人之力挽救残局，还是会败给气势如虹的好下饭，前功尽弃？超精彩刺激的结果，都在等等的型男大主厨。获胜的是一、二、三，举杯。不是，冷静冷静冷静，好久没这么爽，不要这样说，来快点来，吴师傅，来，以木须来讲啊，两边的口味其实相差度也不大，这里的不管说肉丝啊，这些对丝的东西的一个形体的部分比较接近一点点，那这边有片状、有块状、有什么，所以比较感觉比较杂乱，所以你把它撑起来之后，这边的蓬松度就比较高，这边感觉就会啪啪的感觉。James，其实不好评啦，各有各的优缺点哈。以木须炒肉这一道菜的话，我不知道木须就是蛋，你蛋势必要用炒完之后要跟汤结合才有那个蛋香味，蛋香味这个部分你的不够，因为你是切完就把它拌进去，你没有去任何一点汤汁去煨它。那这边有，但是你放太多水，你煨到的菜也塌了，然后肉也老了，然后蛋也湿了，所以那个蛋香味反而不见了，可惜。不然做法是你的比较好，但是你水放太多了，可惜了。反而是这边吃起来，那个口感啊、味道比较明确，所以我选这边。但阿基斯，
这个木须刚刚提到是淡，所以淡的时候整个的菜呢呈现的时候是应该要有淡的味道去做包裹的动作。其实因为加了糖跟酱油让它穿透性增强，吃的时候喉韵比较够，虽然确实是有一点微甜呐，但是我都觉得还好，因为有那个甜度的时候帮助你在吸收味蕾的，它是活泼了很多。那这边呢虽然是漂亮，可是蛋的味道没有进来，蛋的味道没有进来，那你煎的蛋皮丝煎得很好，那么就是蛋皮丝去炒这些肉，所以我会投这边是它的做法流程是正确的。好的，总票数4-1，恭喜蒸包的获胜。恭喜，你们这个算险胜，算险胜，你们算险胜，两位中间请，天，哦，你们吃胶。好，两个你们先吃椒，只有这样选择，你们到中间就位，我们去中间，我们吃椒，各拿一个礼盒，够了，谢谢，好，很棒哎，你们两位也是可敬的对手，是的，感谢，很厉害，谢谢四位，谢谢三位主厨，谢谢，谢谢，大家记得还是要准时收看《新安大主厨》，祝全国喜欢吃包子、吃饺子的朋友天天都幸福，拜拜，谢谢，开心吃，谢谢。兄妹戏想蒸龙虾，陈哥乔妹用尽毕生功力也要抢到高级龙虾，今天赢的人就可以把他们带走。我们看对方今天的表现，如果他整个表现算不错的话， maybe 让个一只给他。好啊，我说 maybe 就说不，就说不，当然是观摩嘛。哎，你知道猪是会自己去观水的，他有那个水会用这个水龙头，他就就嘴就逼着他喝水。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学的。我小时候喝水你看过了，你看这个肉是干的，哇，哎，这个不要浪费，好漂亮，我要吃这个。中间选民请选择，他怎么有两张呢？你们是怎么按的？我有两个吃胶伙伴，这么欣赏，答案是 A， 当然是 A 嘛，对啊，不要抽到七六七八，抽到六七八尴尬，呸呸呸，节目变得好棒，你有两根铲子哎，好棒啊，这一收视率低不能怪我。B 反向思考，我选 A。别跟他聊，别跟他聊，我要看他吃八条。B 哦，为什么我选哪都错啊？所以他是他的问题。不哦，又下去，天天那边，下一组开啊！我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完蛋了。